这里的晚上好漂亮啊。你用漂亮来形容这里，但我只会用你来描述漂亮。能听懂什么意思吗？就是说你最漂亮。哎，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啊，你觉得你确定你想跟我在一起吗？这不是我应该问你的吗？啊，返回来了。那你在我眼里还能看到爱吗？啊，你等一下。我想凑近点，我怕看不清。我就是意思想问你，我们都分开过一次了，你觉得我们确定合适就是再在一起一次吗？其实我觉得明明相爱的两个人也会有一些迫不得已的原因而不在一起。你是想跟我证明两个相爱的人最后不会走到一起，对吗？对。不对。对。不对。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两个相爱的人不会走到一起呢？你听过那句话吗？两个磁场相通的人，就算隔着千山万水，最后他们也一定会走到一起。而两个磁场不合的人，就算他们天天腻在一块，最后也还是会分开。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两个相爱的人不会走到一起呢？我觉得如果有的话，一定是其中有一方撒了谎，懂吗？那你就那么确定我们是磁场相通的人？至少我不是撒谎那一个。戒不掉的烟如何